呢？有可能，女生这个确实慢，你知道吗？加油！哎呦，好，没浪费时间，还好还好。加油！哦，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哇，有机会，冲冲冲冲冲冲冲！哇！哇！哇！不是，我觉得这个。这个个子小也占优势，雨琦，你必须再挑战了，要不就第三了。这还有距离往上的空间吗？没了吧？如果你们想要挑战34.5是可以的，我们就按照50公分、50公分往后放啊，那可以。34.5，你只能35.5了，能行吗？试一下，能行，要不然你没意义啊。真的有点难，这一秒钟都不能浪费，试试吧。张真源挑战34.5米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有机会，有机会。算的时间好，他第一个跳了一下，对，他第一个跑过去的。算的时间特别棒，是我卡的那个点。哇！这个游戏现在该怎么玩呢？没想到吧，跑道做短了吧？怎么办呢？好难啊！怎么办呢？咱们这样，咱们先去玩第二个游戏，你们再挖宽50米，然后咱们再回来。现在34米没用了。34.5，还有人要来吗？36，白露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不会跑着跑着，我下次在这儿给你们拿的奶吧？这可怕了。内卷。0.5吧。好。35.5，来吧。有机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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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机会！加油，完全可以的！加油，完全可以的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冲冲冲冲冲！加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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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速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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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前四名得了，这前2名有点太少了，太卷了，太卷了。好，我想试试35.5。行。哇，这样拉吗？不给人活路是不是？35.5。
两名队员背对背绕杆往返跑，最先碰到中央龙珠的获胜。抽签来决定挑战对手，分六组，每一组胜出的那个人晋级下一轮，再决出三名。那必须是丙天。若琪，我要你，我就选祖蓝。若琪，你选我呗。我觉得我有机会跑赢一个长腿的。你就是遁地术是吧？开始没了。他们从那个蓝柱子里出来，什么蓝柱子？人家一过来从蛋里啪嗒嗒啦，蛋是我的。他是从那个柱子里出来了，超级玛丽。加油啊！加油！跟我跑。李晨、张国伟，请准备。等会儿我们要给李晨加个油。来，我的队伍呢？耶！一二三，我们队伍呢？你再来一下，再来，我的队伍呢？我不想跟他们一起了，真的。请准备。行。哇！国伟加油！斜掉了，斜掉了，陈哥加油！五，好快！哇！哇哦，快！哇哦，快！哇！呀！走！不要跟我跑！鞋掉了都跑得这么快，鞋掉了，我这是开挂了，我这开挂了，哥。哎，他这样跑的，不是，就看一下大腿，看一下大腿，来，哇！啊，那是我两倍啊。哦，这谁才这么说？这不是你的吗？刚刚在下面说，他说我给跑男打个样。我这大粗腿，我可没说，我给打样怎么输？你这啥意思？你要起飞呀、啊？请两位准备。将比赛开始，大进全力跑，大进的第一没有问题，世界纪录再一次改写，加油！哎呦，挺快啊！哎呦天哪！哦，哇！
相当快，快呀，是吗？你还拐了个大弯，而且大靖全程是这样跑的。大靖其实走的是滑冰的路线，因为滑冰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弧度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走的是那个滑冰的路线。我看出大靖还是手下留情了，而且特别从容。大靖，他跑过的地方冰都化了。请第三组准备。这个就是将来好莱坞的电影了。好莱坞的电影。阿凡达对霍比特。尽力的跑，不要谦让啊！我尽力。朵兰，还好吗？就是我准备。准备。小步子倒腾的很快，哇，好长的腿，哇，我就看着两条腿在跑。我觉得我有机会跑赢一个长腿。哇哇，祖蓝，有机会，祖蓝哥。没事。其实王祖蓝跑得很快，很快的，小步子倒腾的很快，非常快。我看到一个人抱着球向我发来了一个弹珠的感觉。我刚看到你的表情。接下来请邓超、何友军出战。超哥，加油！超哥加油！准备，加油！哦，我有点小碎步。快！加油！可以！可以！哇！加油！哇！哇！老年风范。哎，陈赫跑步了，看一下，路上可以捡到肉吧？大家看我跑步，这个是。真的好好保存下来这些照片，比较少有哈。Baby 加油！加油 ！Baby 加油！好大的墙啊！居然没有掌声。赢女生。接下来，郑恺、苏炳添出战。这就来了，最快的男人。小猎豹，你这快到没朋友，我给你们看。郑恺、苏炳添，准备，3、2、1。好快！哇！好快！
太快了，何必呢？何必呢？天哪，我看见了什么？一道闪电。我觉得还是要给我们亚洲飞人留一点面子的。你在那里干嘛哭呢？那个汗，那个汗，我都吓哭了。真的太快了，好快！亚洲飞人名不虚传。第一轮比拼之后，获胜的六个人是张国伟、陈赫、苏炳添、王祖蓝、武大靖和何友军。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我输了还说得过去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我们是特地是来跟冠军商量好了，在这期节目当中给他们留下一个完美的画面。输的人为什么在这里说那么多话？是要理解人，要找摆一下。来，请晋级的六位成员前来抽签。我抽中龙了。何哥，你只能抽我啊，我是最慢的。那你选呗。嗯，让我们晋级的六人进行第二轮的比拼。首先有请陈赫、张国伟出战。哎，何哥，唐哥火焰 ，Yellow Fire。国伟，炒得慢一点，我炒蛋给你吃啊。Yeah, I love you。耶！请准备，三、二 ，I love you。耶，米兔。耶，米兔。出手。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吴伟，哎。I love you。出手。好长的腿呀！郭伟，黄子红回来，黄子红回来。黄子红回来。腿真的是一步两步，他跑步的时候就能看见腿，而且他看他跑，感觉他很不认真，但其实很快，步子大呀，你的腿不行了，完全不行。哎，大靖，赢了他，我跟你说。我就第一块是吗？你以后两块金牌，夏季冬季都有你。你就能从冬季转向夏季奥运会了。哇！你就从冬季转夏季了，真的。哇！我上那边，对不起啊。现在都是夏季转冬季，还没有冬季转夏季的呢。大靖有点紧张。啊，我主要跟冠军跑嘛。你也是冠军？哎，把冰刀拿来，只有踏上那个才有安全感。站起来了。卡地里了。哦哦，快！哦，
球了，好快！要个世界冠军得了，那为了下集还得拼。好想跟苏炳添比一次，他爆发力太大了，就完全是输在肌肉素质。他的每一次的肉和我们每一次的肉不一样，我们是酒肉。这他们已经是世界冠军的比赛了，接下来是看我们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快！哦！快！哦！楚兰可以啊！可以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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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楚兰如果扑一下的话，就成。这项考验反应力和速度感的游戏任务当中，获胜的三人是张国伟、苏炳添和何友君。为了鼓励大家，你们可以获得纯金的奖品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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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恭喜获胜的三位成员，马上我们要开始今天的龙舟训练，请。过程中没被黑衣人抓住，那这个分就可以算你的有效分数了。每个人有两次挑战机会，取最好成绩。女生的倒计时时间会长一点，有10秒。那黑衣人是谁呢？他们是来自桂林天龙足球队的队员们。哦，平均百米速度是12秒左右。其中的一位成员马成昭曾经以10秒91的成绩获得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男子百米冠军。那他们不用来了，谢谢他们。东军，来，你最好成绩报一下。我最好成绩10秒97。Oh my god！ 10秒97，那靠你了。这项目东军是给你来，给你设计的。你是多少年前？19岁吧，18岁。你说30年前的事干啥？你们谁先上啊？我先上个洗手间，这是厕所吗？太紧张了。你去，哥。我去了。去，那你。30。等，我去洗手间啊！我先去洗手间。我先去试试啊！我先去试试水。加油！真有压力，真有。适可而止啊。安慕希。来了，这什么这么紧张？越挑衅，开始挑衅。有了！哇！
可以。好快的，好快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王嘉尔第一次挑战失败。他刚才是一个一个数字看的，我看他一四中。真的吗？啊！太让人担心了。来了来了。20。早一点。对，有个分儿至少。哎，去了以后先把它转成都是零，0000是最公平的。对，前后会有个概念。先把密码转成四个零。哎呀，他真是一个一个在看。恭喜王嘉尔挑战成功，获得20分。接下来，请哪位成员出战？谁去？现在谁去？我来。晨哥，你可是跑50的人啊！晨哥，加油！加油 ！Let's go！ 我觉得晨哥会挑战50。大黑牛。来了，先拿30保一底。哦，他还一个一个看呢。开锁都打不开，我开锁真的很难啊，这开锁开不了啊，锁好难开啊。锁好难开啊，哇，看着这一排人真的是压力山大呀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晨哥在想什么？他在干嘛呢？他在犹豫。加油！哇！哎呦！开了。
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追不上，追不上。天哪！还是开的慢了，还是那个那个我不行了。晨儿，你体力没问题，你主要是智力出问题。你下次试试你就知道了，那锁太难开了。这个锁的质量不好。哎，我似乎看到了我和麒麟的结果。为啥非要得把我带出来？在一片云雾当中，我和麒麟被当场摁住。你是当场击毙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直接拿五十就一下到了。是给拉黑衣人那窝里去了。去去去，麒麟，去吧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对。那你去哪儿啊？我去五十。哎，在一片云雾当中，我和麒麟被当场摁。为啥老得把我带出来？辛苦了，来握握手来。我来把四十，好吧，五十我肯定不能选。他提了四十。要连贯，拉、提、开、拿，就这个要连贯。拉、提、开、拿，拉、提、开、拿。不敢让别人发现我开锁快了，完了，我的嫌疑犯身份已经扛不住了。哇，这个手指可以的。我去，只有一次机会可以吧？可以。哇塞，他提一个四十。锁小将啊，这是锁王，锁王 bro， 锁王，开锁公司啊，你是？哎，给你一个机会挑战我，你可以提要五十，我不行不行，不敢不敢不敢。你的电话是不是都在那门上贴着？你为什么把开那么快？就是不要归零，千万不要归零，最后两个数基本上就很接近，我只要拼前两个数，后边一蹬我就开。我去，那谁叫我归零的？一开始我。干嘛呢？这是你晨哥让你归零，那他不更惨吗？两次都给摁住了。怎么要我去了？去吧，你去吧，没事。有点紧张。加油加油！对面的朋友，紧张吗？李欣哦，不要追我，好害怕啊！
位哥哥们，女生请多多关照。他们就主要就看他们开锁的时间了。我觉得没问题。我去，加油啊！30，第二次，哇哇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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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有戏吧？加油加油！有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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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哇！现在多少比多少呀？101-60，目前啊，101-60，对，差这么多。对，人家还剩三个人呢，两个，还有坤儿和沙溢哥。你们是凯哥和东君吗？这个基本以这个分拉的悬殊有点大，基本追不上，没戏了，基本没戏。我去吧，好，那你先，加油，拜拜，朋友们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it's Cai Xuquan from China. Big power King Kong legs. 50, 50来一个吧。哎，他要50哎，真的50哎，真的50，跃跃欲试。然后我们试的是40是比较难的，50我们反而是没有完成过。不可能有人完成50。真玩50啊？挑战50吗？当当当当！哇哇！真玩50啊！全场第一次有人挑战50分，来吧！我觉得50 OK 的。This is really terrible situation. 太坏了吧！
彩，这精彩，这精彩！厉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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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！我卡了，我最后卡了。我忘记是什么数字了，我看你又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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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手那么慢都跑过五十了，真的 OK OK。那个还叫低，叫我们要低调，低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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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低调。Big long power King Kong leg from China from China。老沙，你们队已经妥妥的赢了啊！我还上不上了？我是不是就表演赛了？那这玩意儿我都不要了。不是，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我俩都五十，跟你们打平，没有这种。那我十分我还咋？你万一拿不了十分呢？这都不带的，带这玩意儿干啥？那我俩没得选了，就我俩只能五十。你们俩只能五十了。我轻松的，鞋都不穿了。去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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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展示你的短跑能力啊，哥！不给余地，我操这个。凯哥，先给你上个课。总这边的。怎么了？你一会儿拿到那个锁，你要先看一下锁上的数字，因为那光看不清楚。哦。拿着锁，撕，然后马上调。哦，好。加油，相信你啊，五十啊。没得选，这个事儿真是。哎。哎呀，我现在有一种负罪感。我此时此刻。来了来了来了 ，baby， 您指导他一下啊。我跟他说，达不到五十分就不用进来了。哦。哇，他真的直接挑战五十啊！不挑战你没有赢面了。哦，没有赢。他们必须两个全五十，沙哥才会上场。哎呀，但愿让我歇着。跑男最快的男人，是不是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目前两队比分是160-110，东君你胜，追平了才好看。行，追平了才好看。Okay. 你这个是一个悬念，是否能追平？是吧？一般在这时候就该插播广告。真正的短跑运动员来了，哥真是短跑运动员，他真的专业短跑运动员。你说东君能不能？我觉得能。其实看手，看手，看手，他的速度没有问题。对，其实前面如果看开锁，开锁，开锁时间，他主要就是开锁的时间。7秒了。你这个是这个悬念。是否能追平？卡了。New people。
太厉害了，真的真的，哎，名不虚传，让你们这几个人真的太快了，我差一点没打开，就是我了呗，追平了，这怎么能追平呢？要啥呀？全村人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，沙哥，沙哥，沙哥，我稳中求胜，我就要十分就行。我觉得你们四个男孩可以一起去追。哎，我们能不能一起追啊？可以吗？我们去追沙哥去，让他们去追嘛。啊，我们几个追，好，快去啊，快去啊！老沙，啊，是男人就来个四十，不是男人，真的别整这套。哎，我们也去黑衣人的队列里抓你，一起。别扯，你挑战个40，我挑战个40，来个40，不行，来个40。孩子们都在这看着你，孩子们不管多少分，孩子们只要他爸成功了就行了。孩子们都看着你呢，你怎么？导演，这干扰的运动员，这算不算违这手还这样了，你知道吗？辛苦啊，辛苦啊，我们也追一把。是不是一喷气儿可以走？不是一喷气儿，嘟一喷气就可以走。对，这家伙，这是抓仇人的，这是。别紧张，啊，沙哥。不紧张。别紧张。那紧张啥呀？手别抖，脚别嘚瑟。沙哥。全村的希望。就差10分而已啊。我俩都50，我是跟你们打平的。那我10分我还当他咋整？你万一拿不了10分呢？怎么的？怕10离得太远追不上我是不是？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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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了完了完了。哎呦我去！抓人！抓人！抓人！哎呦我去！抓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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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！沙溢第一次挑战失败，请准备第二次挑战。你别让他们刷了吧，不公平！是追上了，回来，追上了，追上了。差一丝，最后都在喊啊！差一丝。哎呀，想杀呀！要不还要把呼吸给他送出去？要吗？来。我为了荣誉，我能让他们抓住咱吗？必须10分拿下。沙哥！
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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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
获得一张爆料卡，在接下来的搜证环节当中，希望能对你们提供帮助。哎，我们已经拿过两轮了，没啥用。没有两轮，最后有用。沙溢哥，你可以获得一条对你有利的信息，请来领取。是什么？我没看过。漆黑房间，神秘打头声，李晨、沙溢争执不休，到底相信谁？这是向着我们的吗？哎，这有底下，我背了个黑锅，我不做背锅侠。奔跑小报，哎呀，看你们挨个看看，哥就不念了，你们挨个看。沙溢无故背锅，暗示打头，或许是李晨自导自演，独家爆料。还有细节，自导自演，不是关键，他是没有照片。沙溢外表长得既老道又圆滑，你看，还喜欢在节目中展现自己狡猾的一面，你看，经常被当成坏人。其实这都是节目效果。如果你觉得沙溢是个坏人，只能说明他的演技精湛。现实中的沙溢其实是个没有心机的呆萌大叔，都是事实。这还不是自己花钱买的号？这估计是。你说你给了编辑多少钱？这绝对是营销。没，自己花钱洗的，开始洗的。大家现在又获得了一条新的信息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分析事件的真相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进行今天的搜证环节。行，好，到我的环节了，开始了。大家根据搜证完了之后的情况进行最后的立场选择。八级啊！天哪，这还在吗？感觉我们要被撕碎了。欢迎大家来到大同大学体育场。今晚我们将在这里进行10 vs 100的终极对战。10 vs 100的终极对战。Oh no！ 你们要对战的项目是百人拔旗赛跑。每轮比赛，大家穿过障碍拔到旗子的人顺利晋级下一轮，没有拔到旗子的人淘汰。复活卡只能用于当轮淘汰的成员，过时无效。啊！这回是真正意义上的跑男啊！我们两位工人运动员已经在领先的位置。旁边有个很快的人，真的太激烈了。小猎豹变小花猫了，我在那儿有心理障碍。我相信你在这会出现奇迹，对吧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现在也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身后的这100位工人兄弟，他们来自于煤化工、科研工程师、电力工、煤矿工、装备制造工等等。他们当中有野战军出身的工人，哇，野战军啊，还有我们国家二级运动员，国家二级，那你这个胜之不武啊。还有不运动的朋友没有？不要再说出来吓唬我们了。拔旗障碍赛总共进行五轮，分别是100进50的 AB 两个小组赛，50进20淘汰赛，20进7的淘汰赛，7进3的半决赛和3进1的决赛。海哥，来，今天咱俩得狂跑。你们这么多人，让我们吧。我们能活着就不错了。让我们吧。请兄弟团决定你们第一组要出战的5位成员是，这样吧，我觉得随意来吧。我跟老李都分开，晨晨和你分开。那请第一组出战的5位兄弟团成员和1到50号的工人兄弟成员到起点处就位。加油！这回是真正意义上的跑男啊！亲爱的各位来宾、各位运动员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今晚比赛的解说陈根。我是今晚比赛的解说莫涵，很高兴见到大家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两个将会搭档给大家来奉献一场比赛的解说。这场比赛的名字非常有意思，叫做百人拔旗障碍赛。我准备挑个姑娘。哎呀，
姑娘都在这儿，我爱着姑娘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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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在你旁边。能显得我稍微快一点。现在 A 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，是110进50的比赛。好紧张啊！跟那么多人一起跑，跟那么多人一起跑。还没跑呢，我就觉得已经要岔气儿了。哇，心脏突突突！对于今天的这个赛道有信心吗？有信心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。对，有啊，我们是最棒的。耶、加油！加油！好强！大家准备，各就各位。预备。我们第一轮 A 组比赛的结果，我们的兄弟团当中晋级的是邓超、鹿晗、陈赫、王祖蓝和王珞丹，全部成功的拿到了七个。就是最容易摔倒的，就是那个海绵的那个地方，所以那个地方稍微，哎呀，吓了一下。我一步飞过去，我不管了，我也飞过去，我一步过去，我飞过去，膝盖踏，是吧？你看那个是个弯道，对。第一个环节当中，晋级的里面只有两位女生，所以你的心情如何？我的心情很激动，主要是我是当兵出身，所以我觉得我跑步应该还可以。那有没有什么一些经验可以对后面的队友说呢？不要怂，不要怂。现在有请我们 B 组运动员全体就位。哇、哦！哎，我们这队明显很强哎。好强啊，感觉我们组都是男的，没有女的。我已经不想说什么了。江斌 ，Hello， 手下留情啊，哥哥们。你们这边是你们谁跑得最快？他跑得快。哥哥，你不能这样，你骗我来，你还。你跑那么快，你叫我来这里。这哥太坏了，他一直过来呀，过来呀，然后他们都说他跑得最快。靠你了，靠你了，真的，反正还可以复活的嘛。反正还可以复活的嘛。什么意思？你还要复活？可以复活嘛？最快的男人还要复活？这一看就是运动员，长得就像个运动员。你看，来，我来帮你。666，你看你号叫666。六一下，六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比赛马上开始。陈哥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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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团加油！各就各位。预备。你的第一轮的 B 组比赛。
海绵池当中。郑恺手里已经拿着一面旗子了，李晨也拿到了，范丞丞也是拿到了一面旗子。没有用，没有棒子，没有拿到，没有拿到。现在我们看到兄弟团的女将非常的可惜，没有能够成功的拿到我们终点的旗子啊。没拿到。快快快，他们这波男生好多男生啊，男生尽力就行，还回头看，尽力就行。拿到旗子有没有很开心？当然很开心了。对自己的接下来的比赛，你有没有一个名次的预算？前十吧，前十，我对自己还是比较蛮有信心的。你是野战军，所以刚刚这个跑道对你来说是不是很简单？也不是说非常简单吧，但是挺熟悉的。你觉得兄弟团里面哪几个可能赢过你的？我觉得陈哥还有郑恺。看来 B 组的比赛相较于 A 组来说，兄弟团的表现不甚理想。但是在这一轮，他们还是有复活卡可以使用的，不知道会不会使用。我觉得留给你们吧，因为我们对男孩根本没法跑。刚才上一轮已经把跟我们差不多体力的都筛下来了，复活了我们，下一轮我们还是会被淘汰的，还留给你们吧。所以你们这一轮是否使用复活卡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那他们就得被淘汰了。我们帮你们加油。下一轮我们要进行的是50进20的淘汰赛。其实很难的。不见得赢呢，还。现在我们第二轮比赛50进20的淘汰赛马上就要开始，请各位工人运动员以及兄弟团就位。现场的跑步不是我的强项，踢球是。给他们加油！加油啊！哇塞，全是男生了。刚才一轮还可以，这一轮说不准了。我在女生这儿吧。女生这压力不大。嗯。哎呦，太累了，小腿都抽筋了。跑这个赛道，你觉得对于女生有没有一些技巧啊？就是拼命的往过跑吧。刚才我感觉有如神助。现在有请我们50位运动员全体就位。二轮比赛马上开始。好紧张啊，好紧张。我现在心跳都加快了。预备。50进20的淘汰赛正式开始。范丞丞的起跑非常的快。我们看到有很多工人朋友跑得非常的快，最前面那位工人朋友他还没有到终点，已经举手在欢呼了。郑恺，郑恺冲过了终点线，哇，一起越界了80圈。鹿晗非常的顺利。成功的拿到了一面旗子，鹿晗现在也已经成功的拿到了旗子，邓超和陈赫、范丞丞、王祖蓝也都非常顺利的拿到了旗子。我就知道我拿不到，时间没拿到。哎，没事，我没拿到。你跳进去的时候还有旗子吗？瞬间就没了，跳进一睁眼瞬间没了。确实有这个体能啊，你拉到一个很高，很消耗太大。恭喜一下，据说你这一轮是第一名。发挥好，发挥好。按照你的预想当中，这一轮还是拿到旗子了。嗯，对的，我刚才说要跑前十。接下来为各位来公布最终晋级的名单，他们分别是鹿晗、范丞丞、王祖蓝、李晨、邓超、陈赫、郑恺。请大家派出第一轮出战的成员。来来，白队走。
豪哥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？是胸口的数字给了他的勇气。那我们先派出云龙、董事，今天的速度和力量担当。男生跟女生分别从不同的距离开始挑战，男生最低要挑战的距离是1.8米，女生最低要挑战的距离是2.4米，挑战成功加1分，每做的10公分的距离，积分也会加1分。云龙一米，云龙。1米拉不了。我们试的是1.5米比较难的。比较难，对云龙难吗？难道你不相信云龙的实力吗？你们听听他的名字，云龙，云龙。1.4米了，1.4米了，1.4米。加油！白队张玉距离1.4米。加油！请准备，3、2、1。哇哦！来不及了吧？肯定来不及了。可以，肯定来不及。哎呀，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点。哎，好难啊！技术上确实了，你跑到这儿要减速了，就跑到这儿，马上变成这样。真的好难啊！他腿已经很长了，他跑的算挺快的了。是真的不行吗？非常困难。我觉得1.5米吧。1.5米吧。1.5米。加油，小鹿。可以的，很宽，道路很宽。可以的，很宽，道路很宽。厉害！这不算吗？成了，过了，到终点了，过线就算。好，算了啊 ，OK。哇塞，这有点高啊！我来吧，差个1.6米，1.5米。1.4米，你们成功过吗？我们没有，我们只有1.5米。我挑战你们1.4米，哇塞，得为39的人打个样。对，老邓，你要跳到外面去，胸口数字就归零。那就叫归零高。可以，绝对可以。因为我说实话，我中间有点放弃了。好紧张，好害怕。没有，你的应该还好。我不行，我跑步可慢。那你们可以远一点，2.8米嘛，3米。2米，我觉得可以。baby， 2米。保险一点，2.3米吧。baby 挑战2.3米，请准备。baby， 你下台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，其他没问题。3、2、1，加油！可以，很快。很快，来得及，快，很远，来得及。可以，肯定没有问题。
请蓝队派出出战的队员。祖蓝，你们先来，我想看看你们 O 不 OK。那我觉得杜江先来吧，我先来，好不好 ？OK， 一米三，一米三，这样，杜江，踩着我的脚来，起灯器、啊，起灯器，人肉起灯器。杜江，你健过身了，你别把李哥的脚一下给踩折了。没事，这脚还可以。赢了，赢了，一看这速度就赢了，肯定可以，肯定可以。哎呀，冲分进，冲分进，没关系，还有这样的事情，还有这样的事情，冲分进，为什么那么大的球门踢不进去？哇，哎呀，拜拜，拜拜，你要这样卡住了吗？杜江还太难了，你看他回都回不来。杜江来，杜江来。来，来走。哎，作为同寝室的人，不是应该跟我们分在一起吗？他们三个是同班同学。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鬼？我会帮你的。这是什么同学？杜江挑战失败，蓝队下一位挑战的李老师。哎，我就一米四吧，加油加油！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加油！李老师，好快好快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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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好快，好，陈宇哥！发生了什么？李老师，我已经成为你的粉丝了。很遗憾，李老师挑战失败。真的，蓝队跳水队。陈哥，你不来个一米，跑得最快的男人怎么得比我多吧？我问一下，一米是多少分？一米啊？对，九分。一米一千分，你跑吧。我们的极限是一米五，我们测试的时候一米，一米，一米肯定完成不了。我们肯定能完成了。一米了，导演组，请满足对方选手的要求，可以吗？给他一米，给他就是一米。好，一米，来，大声喊出。四十，加油加油！晨哥挑战一米，请准备。加油加油！你过来呀、啊！我刚才说的是一米吗？是、啊。哎，好了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你要干嘛？游戏规则，导演问了旁边的导演说了一句怎么办，导演说算吗？不算。没关系，但这个画面一定要保留，晨哥太拼了，这个画面留下来就已经赢了。太可怕了，我以为大黑就该上来打死我。很遗憾，晨哥挑战失败，现在有点紧张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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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米五吧，左蓝挑战一米五，落水队不能少一员啊。真的，就你干的你不合适。
准备，三，你下。你知道我现在有多紧张吗？你就不能多给我一秒钟缓一缓吗？你紧张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对呀，我不开心啊。对呀，我快乐舒服啊。蓝队阻拦挑战一米五，请准备三，加油加油，二，一，哎，没吹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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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好。这个好，故意的吧，导演？没有，他抢跑。三二一了吗？你为什么吹哨吹得这么慢？跑太快了。国际赛场再有一次，你要被罚出去了。蓝队阻拦挑战一米五，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Let's smash this party up！ 哇哦！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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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观众朋友，在此时此刻，落水队终于圆满完成落水任务。很遗憾，阻拦挑战失败。红队，请秘密先来。两米四。加油啊！扶着枪就过来了。杨幂，请准备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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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肚子好大。抬腿，我爱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没事。朋友，停一下，朋友，哎，朋友，不是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不要这样。跳水队是吗？你干嘛站在那儿？你不站在那儿，我就走回来了。我帮扶你一下。你不扶我，我已经走回来了。很遗憾，杨幂挑战失败。凯哥，来一个嘛，来一个。作为跑男跑得最快的男人，一米五，一米四吧。就一米四吧，哎呀！你作为跑男里面的爆气代言，一米三。你这个脑子是真的是不能被激的吗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好的，哦，好快好快！有了有了有了，有了，加油加油！来个你们真的没有来过的，一米七，我都一米六了，你来个两米多走过去，给我留一丝尊严吧。好，那请准备。紧张吗？紧张。还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呦，好帅啊！哇，好快，好快！再一把。我跑的是谁给我的小毛巾？吓唬我！灰毛巾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？因为刚才你也用毛巾把别人带到水里去了。是的，所以我没有怨你。
我跟你说，范哥非常紧张，很紧张，真的。范哥，开场那个霸气的你去哪了？霸气的你去哪了？周司令，加油，范哥！是吧？没崴脚吧？120。一点没事，一点没事。上戏毕业了。上戏抗战成功。在这一轮，速度比拼当中，白队获胜。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，希望大家继续加油。好，拼了，拼了！喊完口号一起跳来。喊完口号一起跳啊！喊完口号一起跳啊！奔跑吧！